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，今天来整理前面院子里面的肉肉，有好多都干枯了，还有枯叶子，这些全部给它。我收拾你，我这会儿来收拾肉肉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收的哪些空盆。顺便好多朋友说我看见妍妍肉肉也这样子，我就放心了。你看这些，这个紫珍珠都是这个造型的，摆放还是可以。这个感觉长大了好多呀，这个。你看这里这盆，嗯，全部给它剪了，好的你就给它留到噻。不好的都全部给它弄了，然后好的都留到后头，重新把这个孔孔到时候再补点点那个。看这里的白凤，把枯叶子要全部理理了。你看这上面的几乐。雕成光杆司令了都。接手来，你的位置太长了。你以后长大了要干嘛？当鬼子。你要当警察哈。可以，加油吃吧，多吃点肉。看这里，超多枯叶子，太多了，太久没有整理了。啊，那里有蜘蛛。有吗？我看到了。他肚子里的蜘蛛就想把你那个花吃了。啊，这样安不安逸？安逸的很多，你安逸的很多。这个还长得好。那如果你要死，有问题了。我怎么了？就得坏了，小雨儿，你的手小心点。现场一片混乱，这就是一个今年入秋第一个大工程，收拾残局。刚刚看了一个垂盆的那个秋丽，这会儿到后面地里去找一个花盆儿，去大棚里面约之前的那个花，然后腾出来的花盆儿。我感觉我们家好多事情呀！哇塞，这会儿紫米粒都已经开了，虽然太阳光不是很大，但还是很漂亮。哇，到处都是紫米粒。这花也太美了，你带了那个，妈妈想找一个那个高高的，后面花盆挺多的，其实，这里有个高高的，拿一个高高的上，走吧，走了，去前面了。哇，太喜欢这个紫米粒了，美的呢，美的不得了。